大家好，我是模范 KOL 猜猜，今天来到 CURETTY 的 studio 看一看他们的春风的新款。CURETTY 这个牌子真的很有风格，他们家短上衣啊、短裙很多，修身很显得身材，所以女团、女 idol 都非常喜欢穿。比如说 BLACKPINK REDVELVET 炫呀这种最火的女团都在穿他们家的衣服。我就要请一个耳机，这两件不对称的，也对称设计的花的裙子。今天的肩是这样，有一点露出来的，这个有点松啊。这个就很轻飘，好像白色的。这是一套的，像那个钻石。这个也是 CURETTY 经典的款式，对，对，以前那个 CURETTY 穿过来，像我妈妈讲，对，这个晚上衣，自我想去度假了，对，这个花的配色好看，中间还有这样的钻石点缀，也是一套的 CURETTY 的经典款式，针织的连衣裙和一个小开衫的。